算啊，那肯定算的。哎，明明发出了指令，怎么马儿没有反应？这小子有古怪，这御兽的咒语竟然比我用的纵兽诀还要强上几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我刚才眼睛都没眨，怎么黑烈马突然变温顺了？这马我可就还你了。失职，你别得意。御兽诀，攻击。 过去，马听了！啊，这笑什么笑？再笑，我撕了你们的嘴！你给我好好看看，我是你的主人呢！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死畜生，反了天了！我还给你脸了是吧？是不是又是挨鞭子，该听话的时候不听，在那臭小子手上偏偏又乖了？啊，我的腿啊！我去，我的骨头断了！啊！ 好臭的屁！洪总，快去把你们师兄救过来！这，张师兄这回可糗大了。哎呀，不得不说，这马放屁真的好臭啊！姓叶的，我徒弟如今下半身废了，我跟你没完。一定是你暗中做的手脚。刚刚只有你接触过那匹马，是我做的。怎么？我承认了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这场比试，项目和灵兽都是他选的，出了事。 后果也得他自己接下。你可恶！偏偏我真拿他没办法。这御兽能力也比过了，吴师兄若是觉得还不过瘾，还可以再试。尽管来战，我都应下。哼，算你好运，我们走。哎，看来我通过考核了，吴师兄不送了。叶小师叔，你这张嘴真是得理不饶人呐！吴长老瞧着，都快气晕过去了。人不犯我。 我不犯人骂，他既然蹬鼻子到我脸上，我就要把他的手连根斩了，否则岂不是以德报怨？今日就是内鬼行动的日子，那个应该就是明阁，据说存放了不少御兽宗的重要资料，地质图也放在那里面。是赵法，他果然出现了。再走近些看看，也许能找到什么证据。 你是最近宗门里名声大噪的那个叶楚云？人，不好，被发现了！幸好，看他面板信息，他与赵法不是一伙的。不过徐妙云，这个名字好像在哪见过，可我之前又没来过御兽宗。哦，对了，在李长老的御灵袋里，好像有给他的信件。好家伙，看清是李长老的老情人。 那岂不就是我的师娘？啊，妥妥的自己人，还是个断气大师，这不得好好拉近一下距离。哦，李长老曾经提到过，御兽宗有一位徐妙云长老，温婉美丽，才韵兼备，知书达理。<笑>刚才看到您的瞬间，我就觉得您一定就是这位徐长老了。唉。 我还想过阵子就去见您呢，没想到正好碰到了。这是黎鸿长老临终时让我交给您的。他居然和你提过我，是黎鸿的字迹，这确实是他的亲笔，有劳你了。不过这么晚了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可知道明台山是禁地？就算你初来乍到不清楚，指引弟子也应该提过才是。 这个徐长老有点难攻略啊，李长老的亲笔书信都不能让他完全放下戒心。啊，哈哈，李长老临终前跟我说，御兽宗有叛徒，让我多关注明台山。恰巧我撞见赵长老鬼鬼祟祟，于是便跟来看看。